好了，我们出去玩了啊，出来了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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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去玩了啊，然后你们两个呢，就待在家里面啊，帮我看看门呢，你们，要过来吗？你们，你，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走了，走了。那么着急的。遇到狗狗。哎，跟可乐应该是同一品种，应该是弟兄。走了。可兴奋了，应该是个，是公还是母？母的，是个母的，难怪可乐那么着急啊！啊，可乐那么着急的啊！那可乐天天走。每天出来可高兴了。好了。怎么感觉这个姿势啊，好像一个服装品牌的姿势？又遇到这小狗，应该跟可乐也是一个品种吧？哇，这泰迪，肥耶，这泰迪。像个煤气罐一样，来吃泰迪，是吧？是煤气罐的。都已经8:30了，那个太阳还是很高，还没有下去。要看，晚霞的话，应该要到9点，9点之前应该可以去到那个戈壁滩的，还是有点远。走了，那个可乐。到了。穿过这个，就前面这个隧道，前面就是戈壁滩了。但是现在都晚上9点钟了，9点钟太阳还没有下山，哇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边真的是想看个日落真难。走吧，自由了。